就是他的那个海浪从那个地方已经越涌 越多，那但那因为你下面是下重的嘛，嘣当当这样子嘛，所以但都是我也不会知道，所以这个地方还是有可以跑一点高音的感觉，就一直越来越上上去。很简单，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记忆的黑盒子的感觉，就是当其他都是很涌动的，可是到这里是凝结的。而且我觉得原先的它的那个海浪啊，其实大概到什么地方，我觉得其实就可以打散了，就可以打散，对，就可以用你自己的。难道是我也不会知道？但是我们两个人都是很有弹性的，最后其实我们的 click 都在心里，但是不是那个颗粒对颗粒的那种。但是因为基本上现在已经是这种做法，还是会发现我们两个人在两个轨道上。对，所以我就想说，其实现在已经是这样，对，已经是没有把那个地方勾出来，然后再看仔细一点，为什么是没有办法的？我记得究竟是浮桑。我记得微笑是忧伤，因为阿兹海默嘛，它是遗忘嘛，可是在那一段突然想起的感觉，就它带一点甜味。他记得这件事情，很多事情不记得，但记得有一段青春岁月，是那个单纯的一个甜美的感觉，就是我觉得好像两次可以有点不一样。两个，我觉得两个做法了，一个是比如说就是 Biscato 这样，这是一个，然后另外可能就是不是用大提琴，换小提琴，可是不用拉到这么高这样。镜子里的头。